再拉的时候，海鲜可能上去，应该最大的力度就在那个点上了，不可能再上去了。它没有直接断的，它没有直接断的话，我们这不会停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要的是一个最大值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没事，这个不耽误吧？来了，应该要开了吧？ 没有，它是就是。